想我们今天这个毕业典礼是面临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，人类也在面临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。尽管一直在准备着你们心心念念的毕业典礼，但为了同学们的健康安全负责，我们最终决定还是举办这样一场云端毕业典礼。请毕业生向获赠人行礼，获赠人将代表学院琼斯的优书，从毕业生的右侧拖到左侧，请拥抱你的父母家人，感谢他们人生路上的养育。很骄傲，我们刻进彼此的诗篇，不必凭相片去刻意怀念，也许在某天也许会想念，当星光洒满神仙湖面，是谁正仰望那片天，有什么故事在被书写。你好再见，我们总会分散在海角天边，可惜与你共度相遇分别。在这个伟大时代里书写人生的壮丽拼章，终身学习和勇于创新的意识奋斗。祝愿你们行稳致远，做一个幸福奋斗的传媒人。同学们，以青春的名义奔跑吧，夜舞高飞自当间，人有所求安得心。依然回归你们的青春，披上荣光，恭喜你们 C 位出道。随着交流让你逐渐褪去一身书卷气，啤酒的浮现不能再逐渐钻进当年的书院体，走过无数遍傍晚不近不远的校法路线，你会不会想起那初恋般的初恋期，科技海的去古道前配上一桌嘲讽烤串，在饱饭后翻出老照片讨论谁最好看，记得我们还是独一无二，在台上个戴着口罩毕业的二零届，今夜不醉不归，愿我们的故事永远不会按下暂停键。以为世界终于让我们刻进彼此诗篇，所幸与你共度这思念，爱好时间无法修改属于我们的诗篇，爱有故事值得去带来怀念，岁岁年年我们或许还站在彼此身边，是值得